桃园市第三阶段限水将延后一周启动，目前市府已经做好抗旱准备，会在各里设置供水站来调度水资源。卫生局在全家便利商店发现正容巧克力球产品，产地疑似是来自公告禁止输入的日本茨城县，目前业者已经下架出售。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三月三十号的桃园有限新闻。经济部原本决定从四月一号开始，桃园市开始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但是日前几场大雨让石门水库有少许的进账，所以第三阶段限水将延后一周启动。刚好这一周碰到清明连假，用水需求大增，这次的延后限水可以让民众安心过节。市长郑文灿表示，第三阶段限水延后一周，主要是因为上周的雨势让水库有些许进账，而且又碰到了清明连假，民众有较大的用水需求，为让市民朋友可以安心过节，所以决定将限水措施延后一周，也就是四月八号才要实施。虽然限水延后，但是市府抗旱措施仍然会持续进行。限水措施开始，公五停二，那这对民生影响很大。那桃园市政府已经紧急采购了水塔，那每个里至少一个，那管线末端以及地势较高的地方也会增置水塔，那我们希望取水点能够多一点。虽然限水延后，但是公五停二的方式依旧不会改变，到时候还是会冲击到民生用水。市府也已经准备各项应变措施，包括了紧急采购供水站水塔，提供每里至少一个临时供水站。消防局也完成了33部水车准备，驻地的国军部队也可以立即提供10部水车。目前自来水公司是公五停二，那连续两天停水，对一般家庭影响蛮大。那有的家庭其实没有储水设备，那都用浴缸储水，那连续两天停水，那很不方便。我们希望停水的策略，请自来水公司可以来检讨，是不是改成停一的策略，隔两三天再停一，这样子的话对家庭生活影响较小。为了有效进行抗旱应变计划，市府将开设旱灾紧急应变指挥中心，跨局处人员进驻处理民众反映民生用水事情。如果民众有任何问题，还可以洽询1999市民咨询服务热线，或是点选市府抗旱专区网站来查询。还是要呼吁民众，什么水库水量增加有限，还是要请大家节约用水。桃园新闻董子娜采访报道。虽然第三阶段限水延后实施，但是水情仍然没有好转。桃园市为了及早做好抗旱的准备，已经在各个里设置供水站，一共大约有500个站点，提供各里的民众取水使用。而消防车就变成了补给和支援各站点的供水车，各消防分队的水车配合市府的旱灾紧急应变指挥中心调度水支援。全台各地旱情持续，已经从农业的停灌休耕和工商业的减压用水变成全民限水的第三阶段。市府为了供应民众紧急用水，也在各里设置供水站，方便民众取水。我们消防局总共准备了有33辆的水箱车跟水库车，来紧急的来处理这个送水的一个情务，直接的这个统一窗口就是由我们消防局的119救灾救护指挥中心跟市政府的旱灾应变中心有直接的一个统一的对口单位。只要这些供水站的水塔，每一个水塔有2吨的这个水量，只有它的这个水塔的水量不够的时候，这个我们旱灾的应变中心就会通知119就会派遣我们4大队各个分队的消防车去供水。虽然经济部已经宣布延后一周开始公五停二措施，但是各地的里民们仍然很担心缺水的状况，因此里长们也都表示将会积极的向民众宣导节约用水。当然，如果真的不幸呢，真的呢一直都没下雨，
真的要到供水站来提水的时候，我希望说我们里面呢一次呢啊水不要提太满，因为提太满呢啊它会溢出来，而且说不要提太多，让大家呢都有机会拿到水。中央及地方除了向民众宣导储水备用之外，也将持续宣达供水站的取水注意事项，像是开放取水时间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水的用途仅可做生活杂用，不可饮用等等。希望全民一同来抗旱，共同度过这次旱情。桃园有线新闻黄胜祥采访报道。越来越多来自日本核灾区进口的商品被爆出来，卫生局也持续追查各大卖场，在全家便利商店就发现了自有品牌阵容巧克力球产品，产地疑似是来自公告禁止输入的日本茨城县，目前业者已经下架停售，并且已请高雄市卫生局厘清产地。卫生局出动稽查人员查核日本核灾区进口商品，追查了各大卖场、便利超商共374家商店后，在全家便利商店发现了日本全家阵容巧克力球产品，后方产地标示疑似来自于禁止输入的日本茨城县。有一款商品，可能涉及来自那五县市，那目前业者已经下架停售，也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这一部分的文件必须要带高雄卫生局那边做厘清了以后呢，才能确认。业者表示，这个商品是在长野生产，茨城是总公司的所在地，但为了消除消费者的疑虑，目前商品已经全数下架。桃园卫生局也已请输入商所属辖区的高雄市卫生局继续追查产品来源。查到的这一款的商品呢，它就是正面是长这样，但是它在产品的产销的地点里面当中呢，它有出现茨城，那这个是禁止输入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县市。那在这里呼吁所有的业者对日本的商品要全面的检视。从2010年3月11日福岛核灾后，日本福岛、茨城、立木、群马以及千叶等五县生产制造的食品，中央已经暂停受理输入报验。业者如果有输入这些地区的产品，就会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可以处以3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桃园县新闻严浩轩采访报道。出自花卉产销班第五班的花卉业者罗金三，家族世代都是作农，后来因为政府鼓励农民休耕转作，为了帮助家业，罗金三放弃了化工公司的职务，从南部引进了蝴蝶兰来种植。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成功转为经营专职的兰花厂，现在不但每年生产10个品种以上，而且年产量高达10万株。在花卉业者罗金三的厂区里，大量的蝴蝶兰盆栽直接映入眼帘，能够有这样丰硕的成果，是罗金三耗费多年的经营，透过引进设备、克服厂区的温度等问题后，才能够生产出这样大量又多品种的蝴蝶兰。大家希望说研发花朵，看怎么突破它的，因为原生种的花朵本身都不会很大朵，所以说改良就是一直希望说让它花朵能够变大，以现在目前的阶段是大家希望就是说你的花着色上是能够有什么特别。红的、黄的、白的，各式各样颜色的蝴蝶兰在罗金山的厂区里都可以看到，而其中让民众感觉到非常特殊和喜欢的花种，仍然是以仙女和满天红等一类的红花系品种。如果说比较霸气的，应该是还是以红花大朵的，因为送礼会比较体面。家庭的话大部分都是这样小小，因为些以一般小家庭来讲，地方空间也不算大，所以他们是希望说比较小巧，摆在桌上这样比较可爱。这一朵看起来有泼墨画风感的兰花叫做光芒四射。罗金山表示，花费许多年时间经营厂区，才能够拥有成功的技术，来稳定培养出10多样的品种，并且是大量生产。而目前总产量是每年可以达到10万株，相当的惊人。台湾有线新闻黄胜祥采访报道。
一个城市的基础建设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道路的建设与排水系统缺一不可，在文化建设方面也不能偏废。在本集的节目中，市议员刘茂群、李博芳、鲁明哲将分别针对上述议题提出各自的宝贵意见。八德区高城里在101、103年先后发生过严重的水患，最严重时还曾经淹到两层楼高，让居民一遇到下雨就担心噩梦重演。而由于当地紧邻台铁的铁轨，一遇到大雨积水之后，水就往高层里流，再加上当地排水系统不良，让淹水问题始终无法改善。我们在那个611的时候，我们只要水一大，我们高明高城、白鹿、加东，就淹水。记得那时候还要水艇，那个游艇进去来解决我们整个的淹水之患。木艺博物馆是大溪老城的生力军，可以成为新的艺文观光景点，但是周边老街老城的规划缺乏地方特色，旧有的中山老街只剩下零星的店家，未来势必要重新规划整顿，来强化木艺博物馆周边园区。所以现在我们在推动整个老城区的发展呢，或者是这个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发展啊，那它当然它的规模性呢应该扩及哈整个老城区，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存在一条所谓的和平老街，可是只有单独一条的和平老街啊，并不足以去代表了整个大溪的发展，所以呢应该是把整个老城区变成老街区，那我相信这样势必可以扩大整个博物馆的一个规模，也让博物馆未来在它的可看性呢，是足以让全国人引以为傲。位于中立火车站前商圈的大时钟广场是许多人共同的记忆，也是中立最古老的地标。不过，由于被认定为危楼，具有安全上的疑虑，市议员卢明哲在中立市长任内就提出重建计划，并且着手进行新的规划设计。他希望市政府可以继续完成让空间活化再利用，所以我们相信在我们已经规划设计完的，把它规划新式的商场，地上四层楼作为商场之用，也包括现在的摊商把它纳进去，那地下四层因为现在没有停车场的话，等于没有办法做生意，所以我们地下要挖四层停车场，这不光是能够解决第一市场的问题，周边啊，因为又是中平商圈、小西门町啊，要停车的人很多，未来能够提供150到200台的汽车啊，跟100台以上的机车能够停车，这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哈。还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的《明代新在地情》。稍待片刻，再回到桃园有线新闻。阿弟有缘来啊，我请育婴假。哈，你有假啊？哎呦，不是啦，男生哦也可以申请育婴假和领育婴津贴。哇哦，今麦跟阮头家咧拍关系，讲会当申请生活费补助哦。大伯啦，都退休了，劳保了年金啊，每个月都在领哎，哇出在哎，基本工资也调升哎。若是我去别家做啊，明年我就加薪了。够劲，马过啊！安心生活，有你挺我。嗨，大家好，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全民节电行动。现在呢，就要来分享一些节省家里开销的好撇步哦。定期清洗冷气滤网很有效哦，还要记得天天节电过三关哦。关闭不用的电灯，关闭不用的电脑，关闭不用的电器，积少成多，节能省电的效果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电费账单上了。还有更多节电省钱的妙方，欢迎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哦。欢迎回到桃园有线新闻。日前发生新屋六名年轻消防员因公殉职，引起社会民众的广大关注。在六位消防弟兄入主中烈祠之后，22个民间社团也派代表前往消防局，致赠由一人一句感谢话制成的全民感谢绘本，向所有的打火弟兄致上最高的敬意和表示最温暖的关怀。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广大可以安心生活着的家园。也感谢
在发生保龄球馆违建案大火后，六名不到三十岁的消防队员们因公殉职。民间一共有22个社会团体发起为爱祷告、为爱祈福、感谢有您打火兄弟的脸书活动，并将全民感谢的话语制作成绘本，致赠给消防局全体同仁。我们在网络上、脸书上发起这个所有全民来。对，来网页上面表达对全国消防人员的敬意，以及心中无限的感谢，也表达对这六位弟兄无限的追思。以这个22个社团的名义呢，来制作这样的一个纪念册，供这个6个打火弟兄，还有消防局作为一个纪念之用。民间团体表示，这一次共制作7本感谢绘本，6本分别请消防局致赠给6位罹难消防员的家属，另一本则是送给全体的消防队员，由消防局长胡英达代表接受全民的祷告祈福绘本。很感谢0257安心家园这个团队的一个关怀，温暖的关怀。我想0120的这个事件，让我们全体的桃园市消防全体同仁更深切的了解，要营造一个安全的城市，营造一个安全的家园，是我们全体消防人员的重责大任。消防局表示，这一次不幸的事件一下子损失了6位英勇的消防员，未来将会把预算充分的运用在改善设备，以避免憾事再度发生。桃园有线新闻黄胜祥采访报道。桃园市是目前台湾西部原住民族移民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中有很多是来自花东的旅北族人。花莲瑞穗乡公所为了促销当地的农特产品，特别在周末假期北上八德区办理农特产品展售会，希望能够创造新的农产品行销通路。前天早上才一天，好，第二天我们要上来的时候也是在采，因为我们是11:30出发嘛，那我们早上还要采，所以啊，我们这个也是很辛苦的去爬山呢。为了将最新鲜美味的农产品推广给桃园的民众，来自花莲瑞穗乡的农民从出发前夕一直到了八德展场都还在忙碌的处理食材，他们希望透过产销活动的办理，为当地农特产品打开知名度。那这次非常的高兴哦，可以带着我们瑞穗乡公所辅导的蔬菜产销第七班还有咖啡班哦，来到我们北区桃园八德区哦，来展售我们现在当季的农产品。那这些产品大部分都是我们原住民哦，长期在农作的一些食材。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跟我们北区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现场陈列着新鲜农特产，提供民众购买选择。摊位上更摆着一道道原住民特色美食，让民众品尝，进而了解食材的美味与烹调方式。而八德区也有许多特色农产品，区长表示未来也会计划将八德的农产品推广到其他县市。很高兴这次瑞穗乡公所到八德区来办理山珍原味的一个品尝及促销的一个活动。那么未来呢，八德区公所呢应该也可以朝这样的一个方向，将我们的网式蔬菜、这个番茄还有我们的稻米推销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网式蔬菜、番茄跟稻米也是全国最好最优的。如何拓展农产品的行销通路，是各地方机关都会面临到的难题。与外县市合作推广行销地方特色食材，建立起消费者的印象，也是帮助农民提高收益的一种管道。 Channel 4桃园县新闻采访报道。杨梅区目前已经有多处公园绿地，在去年9月更是动工新建面积大约1.1公顷的公九公园。不过其实在11年前，杨梅区碍于经费问题，长久以来只有一座桂山公园让民众可以游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状况。
座堪称为杨梅八景之一的桂山公园，不但风景优美，甚至当您走在步道上，悠哉地欣赏进入眼帘的绿意，以及浸淫在芬多精的滋，真的是许多民众散步休闲的好场所。甚至矗立在山巅的观音像以及这座龙龟，听说从日据时代就保存至今。听说这个野川，秦王有来过这里，这样子。说到历史，总是唤起老波波的，但是杨梅镇就只有这座公园绿地，在他们的心中总是略显不足。希望多做几个这个小孩子玩的啦秋千呐、那个东西多做几个，更多的人会来这样子。民众的心声其实公所都知道，但是碍于杨梅镇无法升格为市，因此没有办法向县府申请经费补助。杨梅因为是目前省最大的一个镇，但是我们距离升市成为杨梅市呢，还有大概差15000人口。成为市以后呢，我们比较可以得到上级的补助款来征收我们的公园预定地，所以我们以杨梅镇的财源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有多余的钱去征收这些土地来当作公园地。不过为了提供民众一个休憩的场所，公所还是积极的利用镇内多出来的空地来作为亲子公园预定地。往杨梅高中的路上有一块公园预定地呢，我们现在把它规划成了儿童公园，那边以后呢变成一个亲子游乐区。第二个，在新农街涵洞旁边，当初征收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预留了一块长条形的公园预定地，但是我们最近呢也是在着手规划成会绿化美化以后，变成一个可以早晚可以让很多人去休闲的地方。如果每个村里都能拥有一座休闲公园，不但能够大大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甚至也能加强联系居民之间的情感。当然喽，这一切还得靠民众和公所携手努力来找寻经费来源了。同远线新闻谢祥林杨梅报道。今天的民生资讯要告诉您，曾组团参加雅马哈乐团大赛并荣获全国最佳创作乐团的创作歌手小艺，10月14号晚上7点将在桃园展演中心办理音乐分享会，结合讲座以及现场自弹自唱演出，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更多的生活讯息请锁定今天的民生资讯。感谢您今天收看，祝您阖家平安，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